大家好，由于下个月我要去日本游玩两周，在查询新干线的时候啊，发现真的是超级复杂，就想到一定也有一些比较少去日本的朋友，像我一样查到一头雾水。所以在研究了一阵子之后呢，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订购日本的新干线喽。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新干线，日本新干线其实概念类似台湾的高铁，不过更多条，到今年为止已经有十条搭乘路线。 分为 JR 东日本新干线和 JR 西日本新干线这两条路线，分别是由两间不同的公司去做运营的，所以是要分开来订票的哦。最知名的是往返东京和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，以及往返九州的山阳新干线。 座位呢也跟高铁非常的相似，有分为指定席和自由席，其实就是高铁的对号座跟自由座。另外呢也有分成一般的车厢和绿色车厢，其实就是高铁的一般车厢还有商务车厢。绿色车厢比一般车厢的座位更宽广，但是价格呢也高了几千日币哦、喔。订票的票种上面也有做分类，那是分为搭乘票和特急券两种。 搭乘票呢，其实就是一般的车票，不管你搭什么样的车种，都必须要购买。那特级券呢，则是如果你选择的车种是特级电车，才需要购买。 但其实目前的新干线应该大部分都是特急电车。另外有个乘车的小提醒：如果你携带的行李大小是国际航空托运行李箱的尺寸，那你在购票时呢，就需要提前预约寄放的位置，或者是直接购买可以寄放大型行李箱的座位，不然现场会被收一千日币的费用哦。好啦，简单介绍完新干线之后呢，我们马上就要来进入订票环节喽。 如果要前往金泽北路、东北、北海道等东日本区域旅行，就要到 JR 东日本的网站订票；反之，如果是前往像大阪、东京、广岛、九州、名古屋等等西日本地区，就要去 JR 西日本官网订购。我想前几次来日本玩的朋友们，应该主要是以大阪跟东京为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以大阪到东京的路线来订票喽。 首先搜寻 JR West Online Train Reservation，进入网站后下拉找到预定选项，我们要点击选择车站预定车票。如果你是选择车次订票的话呢，会非常难搜寻。进入之后，这边要输入车站的英文拼音，大阪市新 osaka 东京市 Tokyo。那其他车站呢，也可以直接透过网页做查询。 查询完之后会进入座位选择区，那圈圈是有空位，三角形是所剩不多，叉叉呢则是已经没有空位了。这边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要放置刚刚提到的大型行李，这边要选择有这个形图式的席位才可以放置大型行李哦。选择完之后就是票种跟乘车券的购买，乘车券呢建议就直接一起买，不然到车站之后呢还要额外购买乘车券。 接着输入个人资料，那认证编号的部分呢，就自由设定四码数字就好了。付款之后就完成订票喽。东日本区域出来日本的朋友可能比较少会用到，不过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输入 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，进入网站之后，点击右边有个网路订票系统，上面呢是周游券，那是如果你需要在短时间内多次往返日本各地的话才需要。单程或是往返呢，就直接拉到下面的购买车票。 点击后选择车站搜寻，那这边呢就没有提供查询了，所以需要自己去 Google 搜寻一下车站的拼音。我们以福导到东京为例，输入完之后直接选择时间和票券数量，接着呢会看到有一个车次，但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班次可以做选择，只不过呢你需要下拉点击左右的箭头才会有前后的班次。 选择完之后，最后领取车票票种有分为一般车票和一、e、车票。一、e、车票是给你已经有西瓜卡或者是其他 IC 卡的朋友们，那就可以直接选择一、e、车票，也会稍微便宜一点点。接着登录付款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订票喽。 总结来说，新干线其实进入到订票网之后呢，就不会很困难。难的地方在于，同样是搭乘新干线，但会根据你去的地方不同，可能是东日本或者是西日本，订票的网站就不同。那订票网站里面的细节呢，也会有些许的不同。必须要先做功课，了解你这次去的目的地是哪一条日本的新干线。希望今天的教学可以稍微让大家了解怎么订购日本的新干线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提出，我会尽量帮大家解答。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